哇哦，守护家家村，睡觉要干嘛？欸，他有一只人鱼欸。好，今天就点守护家家村，守护家家村。那光光把这个当做重点，我们就跟着当做重点吧。你啊，我发现他有一些，就是我很少看到的东西啊。那这个系统就是你可以看他的那个排行，跟所谓的这个奖励。那这些有聊天室吗？有有有，外国人认识我哎，他还说什么啊？哇天呐，她好漂亮啊！哦，有时候有矿洞可以玩这样子。护符是什么？啊，好棒啊！好耐玩哦。当然还是要看你主线的进度了哦。啊，你这有只鬼魂啊哦，要求排行榜哎，哦，追我追我追，这太多，不要紧啊。依照我们的实力应该 OK 吧？很耐玩就是了。